欢迎大家到灰桥实践，我就是灰桥。今天我给你们看看一下我的素质怎么样？好，跟着我吧，我从开始给你们看看。直立就是，如果你想进来我的宿舍，那这是我们的门口，然后你进来了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这是我的房间，有两个沙发，还有一个电子钢琴，很好听，听。好，也有别的，很好玩。然后你看到很多车在外面，我们也有两个电视，两台电视，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很帅的男孩子的照片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画画。你们都认识这个，应该都认识这个男孩吧？他很帅哦。这也是我自己做的。好。然后，这里是一张中国地图，有中国，也有比利时。这是我们五个人在一个公寓一起住，跟他们一起住。看这个照片都很好玩。然后这里呢是最帅的男孩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，这是我，这个也是我的男朋友。然后这里是我的床，我学习在这里，看，学习。还有，这也是我的男朋友，这是我跟我的男朋友，还有这个哦，是我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哦，我很好，你呢？哦，我也很好，哦，再见哦，现在，你们看到我的房间是怎么样的？那现在，给你们看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厨房，这里有一个冰箱，很好玩儿。我们，来个地方，旅行的话，我们都买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放在这里，然后已经有很多，很好玩儿，有啤酒，这里也有很多啤酒，可是不是我的，因为我不喝酒啊，这里也有，好玩儿。
还有这里啊，我已经给你们看过了。哎呀，这还有这个是我花的，然后在这里可以出门，然后这个就是教堂，你听到那个怎么说？那个做叮当的事情，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吃外面吃觉得很好。好听啊，好听，好听极了！啊，现在我给你们看看，我们刚买的洗衣机，好，你看，这里可以刷牙，然后这里是我们刚买的一台洗衣机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洗澡，然后在这里是厕所，不好看啊。好，结束了。这就是我的宿舍。好，那再见哦，大家，再见，再见。